天气越来越热，很多人胃口不好，都只想吃点轻食。不过我们要提醒你，小心在这个超商里面的关东煮，钠含量高的惊人。以民众常吃的这个 Olen 为例呢，一个 Olen 它的钠呢就有321毫克。如果你按照超商的促销方案，任选四种加上酱料，又喝了一碗汤的话，那么你就超过成人一天钠摄取量的一半了。到超商买关东煮，底下超小的一行字写着钠含量，民众一看吓坏了，怎么一个黑轮钠竟然高达321毫克？黑轮在哪里？除了黑轮，像这个 cheese 球跟海鲜钠也直逼400，买四送一，一餐吃下来，身体怎么受得了？另一间超商也是，龙虾棒的钠也有330毫克，虽然任选四种只要39，但像这样子一盘，黑轮的钠有211，天妇罗的钠382，日式章鱼烧钠280，龙虾棒330，还没加酱料，钠就高达1203毫克，加上酱料，酱油膏钠145，辣椒酱79，番茄酱87，甜辣酱一包就有117毫克的钠，只要两包甜辣酱跟一包酱油膏，加上半碗关东煮高汤，就太咸了。你们什么时候还在煮啊？超商关东煮普遍偏咸，另一间超商黑轮的钠211，猪血227 ，cheese 球363，海鲜丸397，加上送的萝卜钠66，一共1374毫克。如果沾酱又喝汤，这一餐就摄取了超过2400毫克的钠，一餐几乎快超过成人一天所需。太过高了，一般会钠很高，是吃起来很咸。少吃一点。超商关东煮虽然方便，但含钠量不容小觑。不想吃太咸，选关东煮除了注意热量，别忘了睁大眼看清这一行超小的含钠量。中新闻陈国明、黄佩如高雄报道。